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39集。你会不会常常觉得自己是个没有创意的人？努力呢，想要挤出好的点子，脑子都快炸掉了，却还是没有想法呢？如果说这是你的话，今天这一集你有福咯。这个开场好像有点俗气。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呢，我们会邀请到非常资深的来宾 Jimmy 来和你分享到底要怎么样训练自己从无到有的发想能力。 Jimmy 呢在业界打滚了20多年，那也曾经在大名鼎鼎的 Adobe 工作过好几年。现在的他呢到处演讲，分享有关 Adobe 的使用技法还有创意生成的相关理念。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一样要来阅读一位听众他在 iTunes Store 上面的留言。这位听众的 ID 是 JPC540430S， 他写说超级有帮助， Zoe 分享的东西让我收获很多，超级喜欢听他的节目。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非常忙碌的，所以呢我很用心的确定每一集至少都有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如果说呢你觉得左边茶水间有带给你一些收获，或者呢你想要给我一些建议的话，你都可以到 iTunes Store 上面打星评分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麻烦你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身边觉得会有需要的朋友，把这些有用的知识呢传送给大家。那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里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有自己的个人品牌啊，或者是在经营自己的频道。那其实我个人也分享过很多很多，例如说要怎么样坚持，要怎么样持续，怎么固定产出之类的题材。可是你可能在想说，定期产出是没有问题，问题是我真的不晓得要写什么。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扰呢，我们今天会特别分享有关怎么酝酿出创意，然后生成出创意的几个方式。那我也会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公开我每周固定产文的创作的方式，没有 filter 也没有私藏，直接赤裸裸的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来写文章，还有怎么样的来做准备。那如果你想要收看这一集的文字稿呢，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创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Jimmy。荣幸的邀请到 Jimmy 来到我们的节目，他的资历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创意这个主题。Hello, Jimmy。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夏荣庆。我出社会26年。那第一个10年在不同的媒体工作，主要是平面媒体。第二个10年在 Adobe 工作，那做过 pre-sales， 也做过业务。目前呢是个奶爸，会做菜，也是个投资人。那在 YouTube 做一些 Adobe 的一些软体教学的影片，也做一些如何有创意的一些影片。你有一支影片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力，好像是第二集的如何产出创意这一支影片。然后你在里面呢讲到说创意啊从无到有有5个步骤，我想要请你分享给听众一下这5个步骤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收集素材。那第二个，你要去用脑袋消化它。第三个，你要把问题交给你的潜意识，因为这个时候你消化完之后，就好像你需要去刺激你的胃液，让它去把这个东西彻彻底底的变成一个养分啊。然后第四个，你就会有个创意。然后第五个，这时候还是一个粗略的概念，某种程度来讲，你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啊，或者是说实际应用的检验好了。那你可以去跟你的同侪你的朋友，你的长官去聊一聊，去发展，去修正这个创意，然后符合实际的用途。这5个步骤我想要分别挑几个来和你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步骤1的地方收集素材。其实很多听众后来问我说，就是我到底是怎么样每个礼拜都可以有东西来写文章，有的时候他们也想写啊。我也很好奇，赶快讲。好，没有问题，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等一下也要来问你的，我也很好奇你的创作过程。好，那我先来分享我的。我的通常呢，就是
我会有一个库存表就像是可能以前在咖啡厅打工嘛，那你会知道你要备料，就是后台啊餐厅很多那个食物的备份呢的料理啊，就是从洋葱丁啊番茄丁啊然后到吐司啊，你都要去算说我还有几条吐司有库存，这样子我明天能不能够来应付如果说有很多客人还是怎么样的那个情况。那我用的方法呢跟那个在餐厅打工的方法很像，就是都是先用库存的方式，然后很简单，其实我就只是用一个那个 Excel 的表格，就是 Google 的 Spreadsheet， 然后我会把我觉得有趣的题材打在上面，或者是我平常可能自己滑脸书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什么有趣的文章，我就会把它存下来，或者是有读者来问我问题，然后当下我听到的时候，我可能会先快速的回答他一些比较简单的答复，但是呢我可能回头会再想一想说他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好，就是很值得再写一个比较详细的文章，然后来帮助更多有相关问题的人，然后像这种的我也会记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题材，它有点像是我平时的习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字就是习惯。例如说我可能大概一两年前我就发现我滑脸书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我怎么都是在看一些超没有营养的内容农场啊，或者是一些就可爱动物，就一般来说就对我来讲没有特别的给了我什么样的帮助。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所以我就开始来整理我的 social media， 然后呢我就把所有我觉得有用的资讯设定成抢先看，然后呢我就把那些完全没有在给我营养的粉丝专页啊就取消追踪，然后包含自己的信件也是，就是我可能会去订阅比较那些内容比较多然后比较深的网站的信件，然后如果说他们有寄过来的话呢我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那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真的省下我很多特地去找资料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平常自己滑手机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不错的朋友他们都会分享很多的资源，然后我也会把那些朋友的那个feed 放成抢先看，这样子我都可以先看到他们投了什么发表了什么职缺啊，或者是国外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台湾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第一个先看到。所以我觉得从生活中开始吧，就是把你的环境塑造成一个可以一直带给你灵感的东西，而且这绝对做到的。我相信不管你是什么产业，或者是你在讲什么样的 niche，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收集你的灵感。然后呢回到那个库存表，就是我通常是每个礼拜三写文章，就是我会固定一天来做，就只做那件事情。那天呢我就会 block 起来，然后来看一下说好，下一个礼拜我可以发表这篇文章，那下个礼拜有没有发生什么时事啊，还是说哪一篇文章最近比较有季节性，就例如说可能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啊，或什么2019年的新趋势啊，那种东西你就可以知道好，你要在最近就是一月的时候开始写，然后之后有没有什么比较相关的话题，我就会开始把我的那个库存表整理，然后呢把它选一篇我觉得合适的，就在那个星期三一整天来完成。其实有的时候你讲出来的东西你回到当时当下在没有创意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想象。嗯哼，没有什么意思呢，像你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第一个像你有自觉这个社群媒体对你的侵害好或侵干扰，嗯哼，然后另外一个点，好比说你就会想到自然你就会把这些东西给储存下来，然后到了去分配时间，到了礼拜三应该做什么，礼拜一礼拜二应该去录音频。但其实这个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去吸收消化了这些方法，然后才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又或者是有的人真的天生神力，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就是你本来就知道，但是你要跟人家分享说
人家就说，哎，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固定产出。然后你就刚刚讲完之后，然后大家就瞪大了眼睛说，啊，为什么你会知道要这样安排啊？啊，就是，然后我们一被问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对啊，为什么我会知道你不知道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不本来就应该这样吗？好，所以我现在接下来我讲我自己的，它其实真的是每一天每一天慢慢的发生。坦白说，我每一个转换一开始都是，你说有没有创意呢？啊，其实都是很努力的去把它做好。所以以那个创意从无到有的五个阶段，在当下啊，其实我没有学到这个方法，或者是说在当下，就算我知道这个方法，我也是硬干、硬上、硬用。但总结来讲，我有没有收集原始素材呢？有，就是我对这个行业每次不懂，我就去找书看。啊，我不懂行销，我去找一本行销书来看，找那种最简单的行销人应该看的第一本书啦，或者如何写文案啦。我不懂设计，好，我就去找那个什么平面设计基础啦，这种最简单的，每次碰到不懂，我觉得最好是问人，如果有老师的话，那但是在工作上，大家虽然那些可以当你老师的人，他们有很多料，但他也不可能放下一切就来教你啊，因为你不是70分要问他到80分的事，我那时候大概就是0分要问他怎么样到60分，那他没有办法，这是学校应该做的，这个奇怪，怎么老板训练找了一个这样的人需要我们去做在职训练，天哪，大概大家都被我搞疯了吧，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这样消耗人家的时间，所以你只能某些关键的点人家讲了，说实在你大概也是似懂非懂，那赶快再去书里面再找别的老师去看，反正就东吞西嚼。所以到第二个阶段，你到让脑袋去消化它，说实在那时候是消化不良，你很努力的要吃，但问题是你那时候根本没有判断你应该吃什么，所以吃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哇，其实没有错，是应该吃这个，但我今天吃了10个 muffin， 吃了10个可丽露，哇，我消化不良啊，或者吃了10个粽子，你需要这些养分，但不是这样搞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在当下方法用错了，你学对了，但你方法用错了，但是可不可以有用呢？还是可以，只是原来用对方法，你可能事半功倍，事半功倍。那如果你用错方法呢，你就是一直消化不良嘛。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等到我后来我讲的离开了设计的工作，然后到后面再做一个讲师，再做一个这个 pre-sale， 做这个工程师，做说服客户的工作，反而让你跳出来，你从一个 top down， 从一个大的构面去看这整件事啊，你理解了你真正的这个 core value， 这个核心的价值在什么？你不是只是在做图啊，我当下都以为我只是在做一个很美的图，所以这个图一定要很吸引人，很 shock， 没有，你在做的是一个销售，你在销售一个想法，你在做一个是一个传达，哎，这时候大学学的 communication 啊，传播理论又出来了，你在做的是个传播，所以你不要老想的只是用视觉语言去把人家震昏，不是这样的啊，你真正要说的是把原来作者要讲的稿子里面的重点用一个视觉的手法呈现出来，有些工作当下是没有答案的啊，没有错，那没关系，还是会加班，还是会去想，那但是到某一个程度你会自己喊咖，然后你就会让自己去用别的方法去做一个转化，那对我来讲就可能是去散散步，或者又是再去找另外一本书，但我找的书可能就不是我当下问题那个书，我可能找一本漫画，找一个小说，为什么他可以用这个角度去切入去描述他要讲的东西呢？那这个可不可以我们把它应用在现在的工作上，voilà，你的创意就有了。你讲到这个非常有趣，也是我特别想要跟你聊的这个步骤，就是第三步嘛，让你的潜意识帮你工作。我一开始听到就在看你的影片的时候，我就想说他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让你的潜意识帮你工作？但是后来你的稍微的解释，我就有大概理解了一下。因为像是我的很多点子，都是在散步啊，或者是冥想的时候，突然间产生出来。但是老实说，我觉得
也不是真的突然，而是你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点子，就像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没有点子来收集的话，你可以问人嘛。很多时候我写文章写到没灵感，其实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问观众，直接问，就直接问他们说，诶，你们最近想要看什么呢？这真的是最快的。但是又回到你刚刚接下来说到那个问题，当观众跟你说他想要看什么，不代表你写得出来嘛。例如有人可能问我说要怎么样自学行销，然后我就会开始想了，诶，对啊，我要怎么样的告诉他有什么样的步骤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自己学习，然后对初学者是有用的。所以呢，一开始我接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呈现那篇文章或者是音频。后来呢，我可能这件事情就先搁置嘛，因为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可能你在走路啊，或者像你一样，我其实本身也蛮爱看小说的，就可能在看小说的时候突然就会觉得，诶，这个点子好像可以用在那个自学行销的这个问题上面，诶，那我们就把它拿来用。所以我想要请你解释一下，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的潜意识来帮你工作，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呢？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当然还是挂在心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放下，嗯哦，因为我们还是熟人，哦，我们还在这个城市间，嗯，我们还在骑马打仗，还在跟人家厮杀拼搏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你完全放下就出家了。好，那所以问题还在我们脑袋，但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比喻好了。假如说问题本来是在你的 CPU 里面去处理，那你现在不要让 CPU 去占据这个问题，啊，你把它先 摆到一边，放到记忆体里面，放到你的小脑里面，放到你其他的回路里面都好，就是你现在 CPU 把它空下来，啊，因为 CPU 很耗电嘛，所以你现在把你的大脑休息一下。但其实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心里还是有这个问题在，所以你也没有忘记，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不在 CPU 之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了。好，那这时候它还在你的脑袋，可能就跟不管你是看这个全面启动啊 Inception 也好，或者是看那种任何其他这种电影描述的这种视觉方法，你就把它想到你的脑袋有很多房间，你把这个问题先放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你的 CPU 这个大脑先把它cool down 冷却一下。那 cool down 的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散步、瑜伽或者运动都可以，甚至过夜睡觉啊。那当然有人说我睡不着啊，这问题没有解的话我睡不着，嗯，那我们要讲的是问题有分短期问题、中期问题、长期问题。有的科学家好比说达尔文或者牛顿，他们思考物种起源或者是牛顿第一定律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今天想明天就有答案吗？没有吗？他也是专注的在这个大的 topic 下面一直去，可能每一个子题慢慢的去解决之后，最后形成。我们人类有很多的方法，不管是归纳法或者演绎法，你有很多方法，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创意到最后在当下你来看，其实解决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那我最近看过另外一本书，就是学习要像终身幼儿园，他讲的很好，这些小小的每一步的往前进也是创意啊，那就你就叫它小创意就好，但它可能没有什么 outcome， 没有什么成果，你可能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指标说哦，我完成某件事没有，但是它就是在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问题还在你的脑袋的某个房间，你就开始还是去看到一个可以解决或者帮助它的东西，咔啦啊，可能就像你刚刚的方法，放到一个 Excel 表，放到一个笔记本，它可能有关，可能没关，但是在当下，你把这个吸收的东西再回到第一步骤，你又再吃一点东西，看可不可以对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嗯，然后消化它。休息一下进广告，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了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到脸书上搜寻理想生活设计，或者是在网址上输入 facebook.com/groups/zoeyk.co， 我们会在那里做节目后续的内容讨论，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发表你对节目的看法以及希望我们做的内容，期待在社团里见到你。广告结束，那我们回到节目里咯。
那到了 Adobe 当然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它有个好处就是旁边人都很厉害，那这个是刺激你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因为你有很厉害的 partner 伙伴，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那这个你的学习成长的这个幅度会非常的大，非常的快，没有错。OK， 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经过这个洗礼之后，我现在这个第三步骤把问题交给潜意识散步走半圈我就有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可能35岁之前我都一个月之后可能才会有，或者是说但当然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等一个月，那可能你就是下礼拜就是要有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就是要将就就将就了，你没办法，因为你是跑不快嘛，你只能你现在100公尺只能跑15秒，那你说奥运都跑到9秒，那你现在没有好的教练，没有好的营养师，没有好的方法，那你就是有什么就用什么。嗯，那最重要一点我觉得是事后我每次都还是大致会看看我自己的工作，去 review 去检讨我哪里可以改的。我那时候每次出去跟不管是任何的研讨会跟客户的介绍，那个简报我回来都会再写很多很多的意见，一直在改。而我这次是倒过来讲，先讲结论，然后观众的反应怎么样，然后下次呢我把前面的条列式先讲完，结果是怎么样，然后不同的观众你会发现不同的观众族群有不同的一个讲法，然后就一直在改进，然后一直修正你的思辨的能力，然后你怎么样把文字的东西结晶成文字，再变成语音的一个展示，那你的情绪怎么带出来，这些所以变成我简报的部分就一直在去打磨这个能力，那这就变我的核心能力。太精彩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刚分享的这一段，有一个部分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就是你用CPU 来形容你的就是核心，然后把它放到其他的回路。我有个问题想要好奇的问你一下，虽然有点像是题外话，就是呢，假设有人，我也有一点点啊，就是假设有人会觉得说，天哪，我这个问题还处理不完，就是还没有处理完，我哪有那个时间去散步，去冥想，或者是就算我在做那些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从我的硬体核心放到其他回路，从大脑放到其他的地方，我该怎么办呢？那我讲个故事，有个人经过森林看到一个伐木匠，他在砍那个，树木，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的斧头已经生锈了，你要不要把它磨一磨？那个人伐木匠说，我砍木头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磨我的斧头？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该问自己的是，你觉得你要做哪一种方式呢？是你稍微停一下，把你的斧头、把你的刀磨利一点，会锯得比较快呢？还是你就老是想着，我工作都做不完了，我哪有可能再去做把刀磨利的事呢？你刚讲到非常好，就是 CPU 比较耗电，为什么不先把它放到其他的地方，然后等你就是有那个能量，就是吃了更多的东西，然后再来去消化这个。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的精确，就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花好多好多的脑力想要好好的挤出一篇文章，但是这真的不是一件特别有效率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把这件事情中断，然后真的把它放到一边，然后来去做一些可能休息啊，然后把能量补齐啊，能力补齐啊，然后再来花更有效率更少的力量或者是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蛮难的，就放下嘛，放下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现在想要来请你分享一下你的一天长什么样子，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蛮好奇的，你自己现在也有在经营自己的YouTube 频道，那你身为内容创作者的一天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还有你是怎么样分配时间，因为你可能要照顾家里的事情嘛，然后你是如何找到资源，还有你要怎么样去分配这些不同的时间段去生产内容呢？如何分配每一天，我觉得也都一直在不停的优化。如果是教学，好比说软体教学的那种内容，其实我就要看很多的
Adobe 的一些影片，甚至我要去看一些设计的趋势，我才能决定说这支影片值不值得介绍到台湾来。我觉得两年前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懵懵懂懂，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后来有自觉，想要为了冲订阅人数就开始患得患失，以网友的意见为意见，哦，这支影片比较热门啊，下次都做类似的，哎，结果你再做一支类似的，其实也没什么人点。嗯，那到现在又变成见山又是山了，就变有个平衡点，反正可能某部分会因为网友喜欢，可能往这边方面多做一些，那有方面也会再调整一下你自己的方向。那我们来聊聊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会资讯超载了，然后会觉得很累，但我都会提醒自己保持一个少年心，嗯哼，保持一个好奇心，我希望我到死之前都可以对这个世界一直保持好奇心，我希望我老的时候，虽然我可能也会跟我刚刚讲的那个长辈一样啊，这哪有啥啦，这我知啊啊，你说这啊，我30年就听过了啊，我跟你讲齁啊，那个是这样这样这样啦，我希望我不要变成这样的人，虽然他背后的道理是这样子没有错，他核心的要讲的概念可能是这样，但是因为总是有这种新的观点跟新的材料，嗯哼，跟新的研究跟新的调查，又会推翻掉一点点原来的这种看法，或者又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所以我会希望我可以一直对这个世界可以保持好奇心到死。那年轻的时候一直追求财富自由，追求有自己的舞台，那现在会希望我好，别人也好，那这个世界也好，那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家，那每年回顾都会希望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生活。非常感谢你今天特地上左边茶水间跟大家分享很多你的故事，还有很多专业的资讯还有知识。如果说大家对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在我的 YouTube 频道，就是我的名字叫做夏荣庆，夏天的夏，荣誉的荣，庆祝的庆。或者你记不得的话，你就找 Photoshop 新功能，这也是个关键字，就应该你看到第一个影片都会是我的。好的，非常谢谢你今天特地花时间到左边茶水间，我跟你聊得非常开心，而且我也学到非常的多，谢谢你。不客气。今天的重点整理，一，创意从无到有的五个步骤分别是：一，搜集素材；二，用脑袋消化；三，让潜意识来消化；四，创意雏形的产生；五，实际应用还有市场验证。二，利用库存的概念呢，来规划你的内容产出，就能让你的内容永远都生得出来。三，检视你的日常通常都在关注些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read。四，有任何不懂的东西呢，请主动的去查资料还有问人，创意绝对不是凭空的降临，创意呢是来自于你的积极还有你的 action。 五，当你遇到卡关的时候呢，记得先停下脚步，检视一下自己能不能把刀再磨得利一点，而不是继续的没有效率的苦干。听完这一集的节目，是否让你收获满满呢？我自己是，所以我也希望呢，你跟我一样有收获。我觉得这一集对我而言最大的 takeaway 就是创意它是来自于行动，而不是呆坐在那边想。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往对创意啊还有灵感的看法，都以为它是想出来的，或者是从天降临，或者是天生的一些天赋。可是呢，我真的相信创意它是可以被训练的。例如说，我可能会主动的去看书，我也会主动的在网络上找说有没有合适的来宾或者是不错的人才，然后呢我还会主动的邀请他们到节目上，主动的和他们计划他们要聊的话题，还有呢跟他们主动的去设计访纲、做功课啊、查资料，就像我刚刚说的。所以我相信，如果说呢我没有去主动的做这些事情，那我产出的创意绝对是非常的少，节目呢也不可能就是一直这么定
期的执行下去。因此呢，创意的生成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和魔法，它其实都是非常的 hands on， 就是亲手去做。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去懂得聆听还有观察。创意它是需要一点空间，还有一些旁敲侧击。如果说你死抓着不放，也不愿意去做点其他的事情，也不愿意去聆听，也不愿意去找其他人讨论的话，那个创意它可能就会出不太来。所以呢，记得先检视一下，哎，你自己平常在看什么样的内容，你有没有主动的去找人家讨论，你有没有自己在做脑力激荡，你有没有让你的潜意识来做一些消化，那你有没有真的很 hands on 的去试试看做一些市场的执行，听听别人的建议。希望呢，今天的内容有带给你一些灵感，一些创意。如果说你有更多问题，或者你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地方呢，你都可以回到我的网站上面找我。我的网站网址还有 Instagram 的账号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zoeyk.co。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广播，然后标记到你的 story 上面，或者是你也可以 hashtag 左边茶水间。你也可以追踪呢，左边茶水间现在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是 zoeyk.podcast。最后呢，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我也知道呢，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呢，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你。现在呢，再请你花30秒的时间，好好的来想一下，在创意生成的五个步骤里面，你觉得自己少做了哪一个步骤，或者是自己可以再加强哪个步骤呢？把你的答案分享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在文章的底下和我留言分享吧。我们下次见咯。